库里带领勇士新赛季豪取两连胜，在今日勇士对阵快船的比赛中，库里全场轰下8记3分，狂砍45分十篮板。也正是在库里的神勇发挥下，最终帮助球队险胜快船，喜提两连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库里在第一节就展现了神奇的火热手感，以100%的命中率单节狂砍25分，投篮9中9，3分5中5，罚球2中2，可以说是一己之力打得快船毫无还手之力。虽然在最后阶段快船将比分追进，但无奈库里的火热手感延续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，连续命中关键进球，帮助球队最终守住了胜利。库里用新赛季的第二场比赛就告诉了所有人，揭幕战的低迷状态那根本就不叫胜。